这个案子要抓紧，上面很重视。局长，我知道我现在这么说你不太理解，但是我杀疯子这件事是安排好的。谁安排的？疯子。案发当晚，疯子拿着凶器，怎么突然就把他给杀了？直接就出现在我面前了，哪那么寸呀？这几个死者能有什么联系啊？都是我最想出一个人。这个案件马上就接近尾声，抓着疯子，那就结束了。我们断案也是要讲流程。你的流程走到哪一步了？发点警。疯子不是已经死了？你再把我杀了，这事就圆满了。我现在非常清醒，我昨天晚上一共开了四枪。通过枪声能弹到，就能查到手枪的型号。六四手枪几发子弹？7发。